喂，老公，帮我开下门。都凌晨一点了，肯定是在公司弄项目呢呀。我去你公司找你吧。不用了，备用钥匙在地毯下面呢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。这是一首简单的歌。你看看床底下有没有？右边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里面有药，自己吃两片。老公，别再做项目了，回来陪陪我吧，我会乖乖的。我们已经分手半年了。像个顽皮的孩子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